哎，今天是礼拜一哈，今天来问了以后，这个选举的那个公报哈，也都已经撕掉了哈，就不用进去看了。啊，就是说你当天选完以后，就当天贴啊，今天已经开课，所以就没有了啦。啊，如果要问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去那个区公所来问问看哈。这里就是芦洲国小，现在在上课哈。